今晚带大家看一下由集装箱组成的啤酒体验馆。这是由六个集装箱组成的清吧，面积有130平米左右哦。外观加上涂鸦墙壁、水打灯箱以及霓虹灯招牌的装饰，让整个门面不仅十分醒目，还个性十足哦。走进店内，一股复古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吊灯、吧台、散座等都是复古装饰。室内同时还设有卡座，配上水打灯箱，在这幽暗的环境品着美酒，简直不要太香哦。